第24题，附图为感应起电的方法，其顺序应为？那我们晓得一开始的时候，你是一个不带电体的导体，所以呢，我们的乙是第一步。接下来呢，我们要拿个带电体靠近，让它产生静电感应的现象，近端生异性电，远端生同心电。所以呢，甲是第二步。接着呢，我们要接地。让呢一些我们上课说的叫做不被吸引的会消失会不见，所以呢物呢接地是第三步，然后就要把手移开，然后继续呢被带电体吸引着我们的异性恋，所以呢丙是第四步，最后呢把带电体拿走，那么这里的导体电荷就会均匀分布，所以呢丁是呢第五步，所以我们的次序呢是乙甲戊。丙丁，所以第24题问我们说其顺序应为何？那我们答案呢？选的是猪、乙、甲、戊、丙、丁。